柚子一一削皮，还要剁碎果皮进行熬煮。台南慈济志工动员制作柚子酱义卖。BNT 的疫苗的款项离我目标还有一段距离，所以就想说现在刚好是我们的柚子的季节，那就来做这个柚子酱。这次做的柚子酱，我们可以泡茶，也可以。 当果酱、涂面包，然后我们还可以当沙拉，还可以入菜。柚子是来自福建新住民王瑞贤提供。当初他嫁到台湾，先生就因病失明，人生低潮是慈济人陪伴，现今把握因缘回馈。有这一批柚子，这样可以尽一点点自己的心力。 柚子酱是社区31岁苏德辉的配方，平时热爱烹调苏食点心的他，没想到自己手艺能助人。那也希望说还有下次的机会，可以一起来做更多更多的东西。那也谢谢大家师兄师姐的帮忙。纯手工的柚子酱装满志工的用心，疫苗共善汇聚爱心，善的效应正在不断延续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黄秋桂、梁炳清，台南报道。